船家，啊，去桃花岛需要多少银子呀？什么桃花岛？我不认识什么桃花岛，我不知道。船家。 船家，去桃花岛需要多少银子呀？年轻人，你外地人，哦，要玩就在我们舟山好好玩，去那鬼地方干什么？哦，我去找人，顺便去赴约。船家，这个岛我是必须要去的，多少银子我都可以出，全都给您。 先说好啊，那桃花岛阴森恐怖得很，连水寇船匪都绕着他走，你要是有去无回，那可不怪我。啊，不会。好，走。二位吃点什么呀？阿康，你想吃什么？来份花枝鞍，来两碗清汤面即可。 清汤面，两碗清汤面。现在天气干燥，吃碗清汤面，肃静清爽。这一路委屈你了。以后可不能这么说。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已经非常知足了。咱们回刘家村还需要些时日，节省点也是应该的。你慢走啊。 怎么了？不舒服了吗？是盘缠不够了吗？没有，我和我爹行走江湖都习惯了，盘缠总会再赚到的。就是担心你觉得不够体面。你不用顾及我，咱们凭自己的本事挣钱，这是最大的体面。 家乡的习俗，谁家若是生了女儿，都会窖藏地下一坛酒。我也买了一坛，酒的名字很好听，叫醉生梦死。若是真的能够醉生梦死，就好了。日子一天一天过，蓉儿也一天一天的长大了。 桃花岛上的桃花又开了，为了让蓉儿在这与世隔绝的孤岛上不至于太过寂寞，我陪着她习武，教她念书，看着她成长。从那个时候起，她仿佛已经变成了我全部的寄托。 他总是一个人，悄悄地跑到你这儿来，诉说心事。在那以后，我就知道了，桃花岛留不住他。爹。
海的尽头是什么？爹不记得了。娘是从海那边而来吗？你娘原本并不属于这里。那爹为什么不愿意再去海那边看看，然而想跟你一起出去看看？爹立下过誓言，不再离开桃花岛。后来，蓉儿还是选择去了他的彼岸，而我哇，这岛上的花好美啊。哎，年轻人，你什么时候回啊？我可不敢在这等你啊。船家，你先回吧，想必我这次也是有来无回，不要连累了您。晚辈郭靖前来拜见黄岛主。既然如此，为何还不下跪？黄老前辈，您的声音怎么？不敢风寒，要你多嘴。晚辈唐突了。郭靖今日前来，就是任凭您发落。我这条命早就是蓉儿的了，只要您能让我见蓉儿一面，是死是活，任凭您处置。只是我死以后，希望前辈把我埋在这桃花岛上，陪着蓉儿。既然你这么想见他，那就看看你有没有本事走出这桃花镇了。晚辈愚钝，但是我今天必须要见到蓉儿。念你一片赤子情深，我只说一遍，臭小子，你可记好了。好。情音动，分位向前千步。见桃花镇变化，西南角有缺，便向镇北走800步。若见北方现白沙，东北急转500步，便能走出此镇。蓉儿。哎呀，臭小子，我都告诉了你阵法怎么走出去，怎么这点能耐都没有啊？前辈，我再去试试。
前辈，晚辈数十次往返，还是会到此处，是不是哪里理解错了？前辈，前辈，你说话，能不能告诉我该怎么走？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呜呼！你不是黄岛主啊？当然不是，我是我，他是他，我是他，多晦气，晦气，晦气，晦气！哎，前辈，你不是黄岛主的话，咱们萍水相逢，为何戏弄晚辈？这不叫戏弄，这叫游戏。只要你上了这个岛，若黄老邪不答应，便没人能走出这桃花林。游戏？我这15年可不是游戏，而是赌约。我在这里和黄老邪整整耗了15年，我就是要跟他比一比谁命长。前辈竟然被困在这儿15年？这回没骗你，我刚来那几年，黄老邪的女儿还是个小不点儿，这么高到洞这儿，对，没到阴，到这儿。前辈，你也认识蓉儿啊？我们可是老朋友了。嘿嘿嘿，小蓉儿，小蓉儿，哈哈，蓉儿，蓉儿，呜！前辈，蓉儿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定能救你出去。你自己都没走出这桃花林，你怎么救我出去？你说说我听听。只要你能帮我找到蓉儿，定能有办法出去。黄老邪爱女如命，你就不怕他杀了你？就算死也死在这桃花岛上，给这些桃花当肥。蓉儿看到了也开心，我就算死也值了。哎呀，儿女情长是真的麻烦，你听我的，就在这清音洞待上15年，你一定能忘了蓉儿那丫头，我跟你一起啊啊！可是前辈，你为何被困在这15年？这事要怪，就怪黄老邪娶的那个好媳妇，他可把我害惨了。多谢各位，今日我们夫妇二人出来跪地，为筹得回家盘缠，特此在这里给大家表演独门绝技，请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阿刚，接枪。二人在此卖弄武艺，可有官文批准呢？官爷，我们出来跪地，不知道杂耍营生还要有批文啊？你未曾听说大宋有此等明文律例啊？那官爷，我今天就给你们说道说道，这地是官家的，是与不是？是。那在官家的地面上摆摊做买卖，是不是得经过主人家的允许才行啊？是是是，这不挺明白事儿的吗？其实啊，像这种简单的道理啊，干嘛非得还用律例才能明白啊？我看你分明是故意为难我们。阿康，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官爷，官爷，你不要和我夫君一般见识，他不懂这些人情世故。是我们占了官家的地，自然得是有批文才是，不过我们乃是初来乍到，实在是不懂，要不
通融一下。慢着。哎呀，你说说你这个小娘子啊，生得这么俊俏，干嘛非得嫁给这种空有皮囊的草包啊？不如你跟着官爷我回去吃香的喝辣的，我保证把你养得更加水灵动人啊。官爷需要属下。小娘子啊，今儿恐怕你不从也得从。阿康，教训一下即可，不要伤他性命。对对对对，大侠饶命啊，大侠饶命啊，都怪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求大侠放我一马啊，放我一马。咱们走吧。走。娘，蓉儿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本以为靖哥哥是个忠厚老实，可以托付终身之人，可他在草原有婚约，是成吉思汗的金刀驸马，我见那华筝姑娘剑眉大眼，一脸英气，才是大漠里的一对白雕，而我只是江南柳枝下的一只小燕。可是我发现我离不开他，蓉儿。这么多的汗，哎，没事吧？没事。哎，前辈，快回洞里，他就拿我们没招了。啊，走走走，把完头，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这，你又多管闲事。我都闲了15年了，我好不容易有点事儿做，你不让我偏要凑这个热闹。怎么了？你这小畜生能在这儿待到几时？待到你死。要不然你进来啊。你要是不敢进，你就不是黄老邪，你就是黄小狗。来啊来啊。走了。
好像走了。我们赢了，赢了！哦，哎，前辈，哎，那个黄岛主为什么不敢进这洞里啊？因为我这里有他最想要的东西。啊？他只要敢来，我就毁了他。十五年来，他费尽心机，始终奈何我不得，奈何我不得。那是什么东西啊？你怎么好奇心这么重啊？跟我一样，好奇心重。来来来来来，吃一个，累了吧？我刚才见你运转内息的内功心法，你是全真七子中哪一人的门下？晚辈师承于江南七侠。柯镇恶他们怎么会传你全真派的武功？丹阳真人马道长也传授过我两年内功。不过，未曾令晚辈纳入全真门下。嗯，知道，小马知道了，给你。那你干了什么事儿？这黄老邪为什么要杀你啊？我惹蓉儿生气了，而且得罪了黄岛主。臭小子，你说你惹谁不好？那黄老邪定是不会放过你。没事，你坐这儿，我保护你。我保护你。来来来来来来来，喝水，喝水。其实，此次我就是特来领死的。死什么死？只是没想到，拖累了前辈，跟我一起受难。非也非也。我想黄老邪也并非要杀你，不然以他的功力和手段，你能活到现在吗？他一定是想试一试。你和黄家那小丫头关系走到哪一步了？晚辈愚钝。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啊？我无趣。碧海潮生曲，哎呀，黄老邪之所以用碧海潮生曲，是因为此曲中含有上乘内功，若涉及过男女之事者，听得此曲后不免心惊摇动，为其所牵，轻则受伤，重则丧命。而反观你，听那箫声时感应甚淡，黄老邪也就放心了。哈哈，男女之事，明白吗？啊啊！前辈，我和蓉儿还没有。啊，对，那种事情一辈子都不要做，但勿练武功。前辈，你这么盯着我干嘛？臭小子，我在桃花岛上待了15年，我只盼着有人能来跟我拆招试手。几个月前，黄老邪的女儿来跟我聊天，说话解闷，我正想引她出手，谁知道她第二天又不来了。哎呀，要不你陪我试试呗？前辈，我还是得找蓉儿。你找什么呀？15年，我在这桃花岛都出不去，就你这脑子能出去吗？出不去！你看，你的蓉儿都说你出不去，来，我们打一架。哦吼！你师父不是江南七怪吗？怎么还会老叫花的降龙十八掌？徐公也是我的恩师。再来！前辈这功夫，晚辈从未见过。我怎么看到有两个前辈在出招啊？对，你也觉得是两个老顽童吧？哈哈哈哈哈！我在这岛上15年，时光可没白费，只是一人闷练，苦在没人陪我拆招试手，我只能左手和右手打架。左手和右手？左手怎么能和右手打架？我假装，右手是黄老邪，左手是我老顽童。右手一掌打过来，左手拆开后再还给了他一拳，就这样打了起来。我给这功夫起名为左右互搏术。前辈厉害。我教你。啊，我不想学前辈。包教包会。我不想学前辈。不学不会。
心无二用，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则不能成规矩。你有没有听我说话？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思学功夫。你会不会？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前辈？这就是天赋呀！你试试，看看你有没有天赋。我刚开始练习画方画圆时，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你也不用着急，我想这世上除了我师兄王重阳外，没人比我更快了。都说十指连心，一心不能二用，怎么能做到分开使唤左右手呢？心无二用。要点什么？您随便看。喜欢。谢谢客官，慢走，慢走，慢。也就一般吧，我再看看。念慈，你先回房休息吧。我去慰慰马，明天好赶路。好，那你也早点回房休息。这是王府的东西，和你换成玉钗，换不换？换，没问题。念慈，看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哥哥快跑！你不要管我了，你快跑吧。小子，怎么又见面了？手上什么好玩意儿？拿过来让官爷瞧瞧。官爷，是我杨康惹到了诸位爷，还请诸位冲我来，莫要伤及无辜。冲你来，哼，你想的倒挺美啊你啊。我实话告诉你啊，今儿个我是冲小娘子来的。反倒是你呀，你还真是有眼无珠啊，不认识官爷我。不过啊，你选小娘子的眼光还真是不错。你要是敢动他一下，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说得好啊，那就按照你的要求办。不过我提醒你一句啊，你要是敢动一下，我就划破小娘子的脸皮。还愣着干什么？揍他！住手！不要打！住手！好了好了，愣着干什么？弄死他！不要！不要！不要！别杀！王爷，小王爷，小的有眼无珠，
小的有眼无珠，都是小的错。小王爷饶命！小王爷，小王爷饶命！小王爷饶命！小王爷饶命！该说的，你在咱大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要不是王爷派我们俩暗中跟着，恐怕今天就要酿成大祸呀！命运弄人，我没有办法再面对他了。小王爷此言差矣，王爷每日日思夜想，都在等待着与小王爷团聚呀。我心意已决。怎么了，前辈？你这笨脑子，我原以为还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学会，仅隔一夜，你就练成了这等功夫？我按照前辈的心诀，左手画方，右手画圆，画了好久才画出来，晚辈愚钝。你愚钝？啊，你画得比我快，你说你愚钝，那我呢？我已经很慢了。起茧子了，你就别喊了，好不好？前辈，黄岛主的箫声都能传到这儿，那我的喊声，蓉儿一定也能听得懂。臭小子，黄老邪那是千里传音，靠的是内力，你这是纯喊，费嗓子，不一样。那我也运上内力试试。哎呀，还是我先上吧。我的内力比你强，蓉儿听得到，一定会来找你的。你留着点内力，一会儿回去跟我练天赋。啊啊，答应你，快点，你别催我。走啊！可爱有位年轻人。前辈，我刚刚在给您过招之时，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说。前辈，你这双手全路招数全然不同，就如同等于两个人同时发招。若是两人同时发招，那如同等于以二对一。虽然内力不能增加，但是在招数上已经大大占便宜了。你这功夫大有作用，天赋呀，老弟。我当初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创下此功，我从来没有想过这功夫却有可
克敌制胜之功效。前辈，你怎么了？哎，我要出动了！我要出动了！出动？哎，哪儿去了？你不怕黄岛主来找你？我现在已经练成了绝世武功，我还怕他黄老邪吗？咱们是不是太乐观了一点？我当初就怕他来找我为难，我现在倒盼他快些来，让我打他一顿，出出心中这口恶气。若是……我若非知道这岛上布局玄妙，我早已前去寻他了。前辈，嗯嗯，你能不能带我去找蓉儿？哎呀，你不用白费功夫了，这些哑仆都是黄老邪抓来的恶人，割了舌头，终身困在此处。吃饭吧。哦，怪不得这两天来送饭的人都的，这蓉儿的爹爹也太狠毒。要不然为何成为黄老邪呢？他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啊！嗯，有心啊！吃吧，吃吧，吃吧。前辈，嗯，那你不怕他下毒啊？虽说黄老邪讨厌，怎么也是一代宗师，这十五年来，一日三餐从未亏待于我，这一点我还是很欣赏他的。嗯。前辈，嗯，这是蓉儿炖的鸡汤。十句话里九句话你离不开蓉儿，这黄蓉这小丫头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这真的是蓉儿炖的鸡汤，其他人做不出来。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就不要再提蓉儿这两个字了，行吗？好。你可知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这五人在华山绝顶论剑交易的事儿吧？哦，他们五人是为了一部经文，那可是九阴真经。那你可知九阴真经为何人所创？不知道。江湖中都知九阴真经厉害，可没人知道写出九阴真经背后的人更加的厉害。这个人叫黄常，当年他奉命为宋朝的一位皇帝刻印天下道家之书万寿道藏，无意间悟出了其中的道学，无师自通，成为了一名武术大高手。但他没想到因替这位皇帝灭了龙教而得罪了众多的高手，最终导致家破人亡。他为了复仇冥思苦想四十年，终于他找到了破解那些武林高手崛起的方法，可是出关时早已物是人非，仇者已逝。人总是要死的，黄常也不例外，但他不甘心这几十年心血付诸东流，于是他将自己能想到的法门写成了上下两卷书。如果世人都为了抢这本经书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那这本经书就是最害人的东西。哎呀，臭小子，你这个跟我师兄说的一模一样啊。哎呀，如果武功只是练来杀人斗狠，那练它有什么用？练武之人要是学到了上面的一点半滴，受益无穷。如果要是这样，那我宁愿不练。不行，练。不练，练功最快乐。不快乐，我跟蓉儿在一起最快乐。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给你讲故事，你就不提蓉儿，怎么就绕回蓉儿了呢？哎呀，无趣，无趣，无趣！哎，你看，我就说嘛，这汤是蓉儿做的，他给我写信了。你干什么？臭小子，我是在救你。什么意思？以黄老邪那古怪的脾气，他要知道你跟蓉儿那小丫头悄悄联系，我怕你会落得像哑仆一样的下场。就算黄岛主要杀我，我也要去找蓉儿。
确定要找蓉儿？确定。臭小子，等等！洪七公，不是你师父吗？你请他来给你撑腰。他是北丐，那黄老邪定是会给几分面子的。这我怎么没想到？哎，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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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还在这个岛上呢，你都出不去，你怎么叫你师父来呢？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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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办法不好。这个我有办法。哎呀，臭小子，你还会换雕的本领呢？啊，前辈啊，这是我在大漠养的两只雕，前些日子跟着我的故友来到中原啊，若不是前辈提醒，我差点都忘了。我现在就让我的两只雕给我师父带信，让他来桃花岛跟华游师求情。哎，雕雕雕雕！江湖飘，千杯对空唱，生死相依凭栏长啸。星月照大荒，长弓射鸳鸯，山水相逢下路前往。是当皆虚晃，恩怨都斩断，只留下金银刀光。莫怕莫惊慌，一江湖一世狂，一心做梦中可怎知，醒来是天涯梦。大刀且寒窗，天之路泱泱，千秋梦万丈，纷纷扬扬。问少年何为英雄所向，或初心不忘，或泥尘不慌。大道且还长，天之路泱泱，世间人万丈，纷纷扬扬。谁能知何为英雄所向，尽一心寻访，才知晓功过对错都不得纠缠。